我那时候很怕的时候，他就说我真的不行哎，他直接跟我讲说我真的不行。不会吧，我的性生活到三十几岁就这样结束了，这也太悲惨了吧。瘦下来一定多，对，毕竟男生的视觉动物。那之前胖的时候老公有多久没碰过最长？哦，半年吧，就是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有在外面有小三啊什么的。对，因为我揪他就说你要不要先照一下你的镜子。假的？真的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很胖的时候他就说我真的不行哎，他直接跟我讲说我真的不行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算了，那我是不是因为我穿得太就是太赤裸了，你知道男生如果直接脱光反而不好看，要穿一点那个就是性感的衣服。结果他看了之后就说请自重，因为没有好到哪里去，因为胖所以就是穿了之后就是更丑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想说不会吧，我的性生活到三十几岁就这样结束了，这也太悲惨了吧。我半年真的蛮久。对啊，很久，而且半年是真的，我已经追他追到一个不行，他勉勉强强，就是勉勉强强交功课。有一次我真的是躲在他背后，他躺我们躺在床上，我在他背后偷拍一张照片。他说为什么我手机里面会有别人的照片？我是翻他手机哦，然后我就翻，我说这女的是谁？为什么在我们床上，而且还穿你的 T 恤？我是认真的，我很生气哦。对。然后他就手发抖了，然后指着我。是你啊，而且。那我不相信。怎么那么大声？真的。谁啊？没有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太生气。我说，而且这我最后还讲，我说这个女生为什么躺在我们床上，而且还穿的衣服？重点是她还这么胖。我还讲了这一句话，我说而且她还这么胖。他说你确定你不知道谁？我说她谁？你给我讲清楚，要不然我们离定了。他就这样指我，我说我不相信。他就说你穿，我就穿了他的衣服，他就从后面拍照，我一看我就哦，误会了。